Sanam， 大家好。进入炎热的六月，大家应该感觉到暑气蒸蒸。记得宋朝有一位诗人戴复古写了一首诗，名字叫《大热》，他是这样描绘六月的天气的：天地一大摇，阳炭烹六月，万物此陶融，人何怨炎热。君看白骨秋，亦自暑中节。秋天的丰收也是在这炎热的盛夏当中度过了他的生命历程，我们的人何尝不是呢？在炎热的夏季里边，我们和万物相交融，让我们体内普拉纳的能量，阳性的能量得到非常好的激发与成长。但是在这盛夏的气候当中，我们不免会产生烦躁、疲劳等等情绪。今天我们一起共同感受一套非常短小精悍的小练习，它可以非常好、非常快速地帮助我们来清理烦躁、疲劳、抑郁、愤怒等消极情绪。好，我们准备进入到体验当中，双手胸前合十，深长的吸气，缓慢的呼气，再一次深长的吸，缓慢的呼，下一个呼吸，我们进入黄金链接，深长的吸。嗡那摩乌鲁德乌那摩，嗡Adiklayname， 举个 Adiklayname， 萨迪克雷那美，西里咕噜德维那美。Adiklayname， 举个 Adiklayname， 萨迪克雷那美，西里咕噜德维那美。阿迪格雷那美，举个阿迪格雷那美，萨迪格雷那美，西里咕噜德维那美。吸气，屏息上提根索，呼气，慢慢的放松。好。我们首先进入到一个短暂的清凉式呼吸的调息中。
让我们通过呼吸，将我们的内在慢慢的定静下来。双手智慧手印，脊背延展竖直，心轮打开，肩膀放松，下颚内收，双眼关闭，将我们内在的意识定静在第三眼，将我们舌头卷起，并且向外伸，口吸鼻呼，三分钟的练习。非常深而缓慢的呼吸。好，让我们完成清凉式呼吸。缓慢的调整两个呼吸。然后我们进入到灵活脊柱的热身。将我们双手拉住我们的右脚和右腿小腿的胫骨。吸气，将我们的腰微微向前，胸向前。当你吸到最饱和程度的时候，上提胸腔，同时保持你下颚内收，后脑上提。呼气，放松，拱背塌腰。让我们用呼吸来引领体式。这是为这套体式做的热身的练习，所以尽量将我们的呼吸非常的深入，然后体式的速度略微的快一点。好，三分钟的练习开始。
好，完成三分钟练习，吸气，身体微微向前，屏息，上提根锁，呼气，慢慢的放松。好，接下来让我们进入到体式的练习。首先将我们双手小手指和无名指回勾到掌心，然后用左手中指拉住我们右手无名指，其余的手指，其余的中指和食指伸直，大拇手指的指尖抵住，放在心轮的位置，保持在这个手印当中，脊背延展竖直，心轮打开，肩膀放松，然后关闭双眼，将内在的注意力定睛在第三眼，双手臂持续的用力向两侧拉，保持我们双手和手指间对力量的感知，伸长缓慢的呼吸。肩膀放松，心轮向上延展打开，下颚内收，内在的意识定睛第三眼，这个练习可以很好的帮助我们消除烦躁、愤怒的情绪。
好。三分钟完成吸气并吸上体根锁。呼气，慢慢的放松下来。我们略微的放松一下手指、手腕，动作轻柔而缓慢，保持内在的定静，然后用呼吸来放松我们的肩膀。好，接下来我们第二个动作是将我们手掌掌根的这个位置抵住我们颧骨的下方，我们的面部有很多个穴位，让我们的手掌抵住我们颧骨的下方以后，脊背延展，心轮依旧是打开的，肩膀放松，然后将我们的头微微的向下用力，手掌向上托，关闭双眼。稍稍的将我们的头和手掌用一点点力，你会感受到对你脸部穴位的这个刺激。如果你稍稍感受到有一点点疼痛，那么你就做对了。在这个体位中，你会略微的感觉到一点痛，但是你会很快乐。伸长缓慢的呼吸，将内在的意识定睛在第三眼，并向下连接到你的心轮。深长的吸，缓慢的呼，好，三分钟的练习完成后，吸气并吸上体根锁，呼气，
慢慢的放松，让我们依旧保持内在的定静，用呼吸缓慢的放松自己。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下一个练习，将我们左手臂向右侧伸展，同时将右手握住左手的手腕，尽量的将我们的左臂向右侧拉一点点，保持你的身体中正竖直，再用力拉一点点，慢慢的关闭双眼，保持你用力拉的力量，在保持你用力拉的力量的同时，伸长缓慢的呼吸。让我们换向另外一侧，将我们的右手臂伸向左侧，然后左手拉住我们右手臂的手腕，向左侧用力拉，保持脊背延展竖直，心轮打开，关闭双眼，伸长缓慢的呼吸。
完成练习，慢慢的放松。依旧是让我们用深长缓慢的呼吸，保持内在的定静，放松自己。好，接下来让我们双手臂向身体后侧延展，彼此拉住对侧的手腕，就是我们左手拉住右手的手腕，右手拉住左手的手腕。在这个同时，尽量将我们的手肘向内靠近，就两个手肘的位置，尽量让它靠得越近越好。同时，将你的双手抵住你背后的腰椎的位置，保持你的脊柱延展，心轮打开，下颚内收，锁住颈锁。这是一个用我们内在力量的提示。慢慢的关闭眼睛，伸长缓慢的呼吸，肩膀打开向后，肩胛骨内收，在这个体式中，通过我们双手臂的力量，脊柱向上延展的力量，让我们丹田的能量向上，沿着脊柱向上提升。
好，三分钟的练习完成，吸气屏息上提根锁，呼气慢慢的放松，这套练习短小精悍，但是会让你收获到一个非常美妙的感觉，它可以将我们烦恼、痛苦、愤怒、抑郁的情绪一扫而光。在炎热的夏季里，如果你能在清晨或者是傍晚给自己一点点和内在连接的时间，用这套体式，便可以找到平静、快乐的你。三藏。